高素质的人，人帮人，帮来帮去帮自己，互相成就了彼此。素质一般的人，人比人，比来比去气不顺，心生嫉妒恨。低素质的人，人整人，整来整去整自己，害人又害己。你想别人怎对你，先要怎对别人。你想别人了解你，先去理解别人。你想别人关注你，先去关心别人。你想别人维护你，先去帮助别人。你想别人尊重你，先去看重别人。你想别人原谅你，先去包容别人。你想别人欣赏你，先要学会做人。感情总是相互的，相互的好就像沸点，可惊天动地，可热血澎湃；相互的冷就像冰点，可天寒地冻，冰冻三尺。不管亲人、朋友还是伴侣，一份真才能换来一颗心，一份诚才能换来一份情，一份珍惜才能换来一个永恒。为人不必虚假，是真是假谁的眼睛都不瞎。处事不必圆滑，是虚是实谁的心里都有评价。在这个世上，没有平白无故的给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退。爱人者才能爱返，福往者才会福来。永远记住，人心是相互的，感情是交换的，情深是积攒的，厚谊是沉淀的。诚恳是必要的，珍惜是必须的。人帮人，心靠心，朋友才能守住，才能风雨同舟。情暖情，心交心，感情才能拥有，才能天长地久。人跟人之间是互相的，或许不是所有人都存有善意，只要能看清，别人就伤害不了你。